嗨，各位同学好，我是中道老师，特别老师。今天还是一样进入到我们自然拼读以及国际音标的应用学习。在上一堂课的一一循环，配上 Z 一做结尾的，最后一堂课的，一一循环，我们教的是 is， 教过生词有 breathe， freeze， sneeze， squeeze。好的，那利用 A I O U 的一个学习顺序，我们来看看，在 E Z E 拿掉之后，我们记得 E 配上 A， E 配上 I， 那现在 A E I O U 那 E 配上 A， E 配上 E， 那我们现在就是来学我们的 nucleus， 我们看 E I 有没有这样子的选择，我们看有没有 E I， 那先借用老师的书籍，我们来看，E I 这个地方。好，我们可以看到在 EI 这个元元音，它确实也有发音，那这时候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发音，所以我们来老师先把 nucleus EI 拿进来。好，我们看 EI 这个地方，E 配上 I。 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字，EI 这个组合我们很奇怪的，是它是念 A 好，所以有的时候，E 跟 I 你没有看到 A 这个字母，但是它却发出 A， 这时候我们还是一样，它是个 long vowel， 并且它是一个什么 variant ，破音形态。所以我跟同学们一直要讲这个，发音，有的时候是很特别，在 EI 的时候它是个 variant， 也就是我们称 variant vowel，也就是我们讲破音或者特例，那在这个地方 EI， 那我们第一个字我们配上 W ，我们的 EIGH， 好，那我们看 coda， 我们选到的是 GH， 然后我们先把 coda GH 把它带进来。那这时候注意看它是念什么呢 ？GH ，我们称 GH silent，GH 不发音，所以我们念什么 ？A， 注意哦，这是个 variant vowel， A。哦，非常特别的一个发音，所以我们讲有时候自然拼读是没有，的一些进阶的一些发音，大家还有配合国际音标，希望大家做个学习。然后我们看第一个首音，我们找的是 W 在自然拼读念 w， 这是我们念 way， 好，注意啊 way。然后再来我们的 coda， 如果是 T， 我们看我们直接 coda 就是 T 了，所以在 EI 的选择不是很多，这时候我们看，之后再把 T 给带进来，EIGHT， 这时候来看它是念还是念什么 8 这时候跟刚刚一样，WEIGHT 念什么 Wait， 好，所以 EIGHT 8， 所以当 EIGHT ，没有首音的时候，那念什么呢 ？8。然后如果首音是 FR， 首音我们来看我们的 onset， 如果是 FR， 也就是我们的首音是 FR 的时候，注意看我们来念 fr， 我们念 freight， 以及再来一次，我们的 onset 是 W 的时候，我们念什么？还是念 w，wait。好，再来一遍EIGH， 我们念什么 ？a， 那我们念。way，EIGHT， 我们念 eight， 首音 FR， fr，way， freight， wait。这个就是让同学们有一个概念，在有时候我们在 EI 的时候去 variant vowel， 破音或者我们讲说特例的时候发出长元音 A， 然后的几个发音，那么在最后再来带一遍。
way, way, way. Eight, eight, eight. Freight, freight, freight. 以及 wait, wait, wait.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教学啊，同学们还是要，如果喜欢中头老师 David 老师在里面提供你的自然拼读规则以及国际音标的应用学习，如果喜欢的话，也欢迎你在我的影片后方帮老师按个赞，做个分享。同样的，如果你对一对一的学习啊，在语法上或者发音上有些需要进阶练习的话，也欢迎你在影片后面提出你的问题，老师看到会尽快与你回复。以上就今天教学，也谢谢大家收看。